能不能行啊？我还等着复印呢。有人把打印机给搞坏喽。刘启茂，你能不能快点啊？我说你们一个两个在这光说不干，我的工作是修打印机吗？我还不干了呢。我就是你弄坏的呀。你再说。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二舅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那个干啥啥不行的实习生刘喜梦，他把打印机弄坏了。打印机弄坏了再买呗，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二舅，你快去看看吧，要不然他把公司都给拆了。快快快快，跟我来。来。开纸了。程主策好厉害呀。好了。程主策什么都会啊。那是，就没有我们程主策不会的。关雷锋，好同志，值得我们学习啊。公司的财产就是大家的财产，要好好爱护。谁把打印机弄坏了？站出来。王总，打印机是自己坏的，而且经常坏，严重影响大家的工作效率。咱们看是不是应该买台新的。程主策说的对，买，现在就买。去吧。谢谢二舅。谢谢王总。那个所有人啊，本月绩效达标，奖金就翻倍。王总说的对。他呀每次都这么说的。就这样啊，画大饼呗。走走了。3600、3800。抠门抠。刘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是吧你，张小俊，你干什么？我们没碰他呀。哎，我可一点没碰他。我都说了，你心里的有点那什么数，你不知道吗？验伤报销。神经病就是大病。二舅，二舅，二舅，我真的没碰他呀。二舅，二舅，二舅。你真行。看什么？让开。你不是说给我介绍24岁的姑娘的吗？你这是诈骗啊！你们这是联合诈骗。你喊啥喊？就你嗓门大是吧？我年仅24，人家称我猪肉西施，我他们一个别出两个，你做大了你。哎呦，你这样的话，你这么厉害，我得回去问问我妈哟。小医生，我先走了，你定金要还给我。婶儿，这都相了几十岁了，没有一个整的，大户可都看着呢，你可得给我个说法。退钱。定金呢？啊，没带呀。扫这儿，苦涩人生，我的。完了，全乱套了，刘秀英都是你干的好事。秀英啊，你总算是来了，你要是不来，这打麻将都不香喽。都一把年纪了，讲这些话不嫌害臊。哦，这个，妈妈陪我玩。安宁，妈妈再玩这一把，再陪你好不好？嗯。安宁，我有糖。给。你谢谢姐姐。嗯。哦，安宁，擦背喽，叫奶奶。秀英啊，不对劲啊！哎，这个安宁，以前老怕你了。
今天咋个这么喜欢黏着你呀、啊？奇怪，哎，不对头。阿蝶长大了嘛，当然，当然是变了。再见，姐姐。哎，这孩子教不会呢。安秀英，你今天有没有感觉？我今天有点不一样了吗？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我是精心为你准备的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你的偶像同款发型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让我一生不伤悲。老头，你知道你这样子像啥子吗？哦，像啥子嘛？爬耳朵升级版，爬够。哎呦，男人爬够不丢人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对嘛，对嘛。秀英，出牌，到你了。嗯，该你出牌了。出牌噻。完了，这一天啥事都被我赶上，我就不会打麻将。抓牌啊！哎哎，抓这边哦。打一张吗？快点噻！我去，七条，胡了。哎，我也胡七条哎，一炮三响。这一系列的角色呢，会在七夕活动的时候推出新的皮肤，整体风格呢会以可爱风为主，配色主要是粉色和蓝色，还有哪里可爱？你是不是脑子给你夹出毛病了？来，陈丽，你告诉我什么是可爱？可爱，可爱就是精灵。孙总监，那是我们组熬了三个晚上，修改了11道。熬多少夜有什么用？重要的是一次性把事情做对。一会儿你就说，七夕皮肤设计方案要以国风为主，最好加入鹊桥元素。行吧，听着，再说一遍。哎，秀英，来嘛来嘛来嘛，牌帮你码好喽。来，秀英，快点的，来。走嘛，来嘛。来嘛。好好开会，好好开会。知道知道。哪有重做？是这样的，司总监，例会方面的主视觉可以针对大部分男性玩家，以机甲为主打。你们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啊？七夕，你让情侣们穿着机甲谈恋爱？钢铁直男和蓝精灵直女。秀英，该你喽。妖姬，我又糊了，这是一饼噻，这个才是妖姬哟，大妖姬，大妖姬，打什么一饼？瓜娃子，相亲让老子赔钱，麻将地位也不保。不得不说，在座的窝囊废里，刘启梦废的最奇葩，哎，嘴巴永远跑得比脑子快。领导，领导。U 盘你要不要先看一下里面？散会。完了完了，孙女的工作又黄希望那些还在试用期的人反思反思，能让你们留下来的到底是什么？领导，不懂就问，什么能让我留下来？这是在跟我挑衅？开会摸鱼，上班吹牛，
是的，不懂就问，什么能让我留下来呀？奶奶怎么能给领导发笑脸呢？到您了。我又糊了，秀英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点炮了？你魂跑了？说不定啊，就是这个于厂长坐在他旁边，让他这个运酒让他没得了。胡乱讲，我们两个是珠联璧合，只是跟天气不合。秀英，以前跳舞那回，你和那个小邮差麻将打得可好了。他哪个小邮差哦？他有我帅吗？没有你帅，你最帅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，把嘴放在家里面。大哥，我得罪不算了，回去做饭了。那下午记得来啊。不打了，走走走。下午啊，下午啊。咋子嘛？刘雪英，你能不能上点心？第一天上班就闹得鸡飞狗跳。你就晓得怪老子，老子脸也丢到奶奶家了，让你帮忙撮合相亲，你倒贴钱，你想让老子破产是吧？你那个叫相亲啊？你那个根本就是诈骗。我诈什么骗？人家女穿的帽的，我诈什么骗？亲亲相不成，麻将麻将打不赢，老子的江湖地位全毁。反正我觉得你那些事情都是小事，我的工作才是大事。放屁，老子的事也是大事。让你打游击，让你打游击，非要打一病，气死我算了。不要背手，不然会暴露。别搓你那个衣角了，全都包浆了。我看看这个脸来。这么好的一张脸啊，贴满了乌龟，60年来头一回。你不管我贴多少乌龟，反正我是用心在给你打牌。行程表上你都完成了吗？那么长的行程表，我一天能做几件事啊？反正我是尽力了。我跟你领导到底欠了我一下。你刘秀英，你那是道歉吗？哎，你发那个表情，你是在骂他？我怎么是在骂他了？我给他发了个笑脸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是笑脸相迎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那是骂人的。算球，先赶车。回来，给你死的鸡都急。